哎，声音一连，我是小白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又回来玩这个深海迷航啊。我真想捅死你，是不是啊？真是假鲍鱼啊！说是可以互动啊，至今没发现怎么互动。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有正事要干了啊啊，有真的是有正事要干。也不能那么说，是吧？这样说的就好像我之前没有干正事一样啊。好像是确实没有啊。那不要管这个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可以。去找这个海虾号的格斗手臂啊，还有这个可以去绿岛，这两个地方，都是咱们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吧？那么著名的这个诗人啊，纯捡垃圾，捡垃圾自得啊，说过啊，他想到一个不相同的地方啊，我们不要提这个了，好不好？这个，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做这个准备工作，首先检查一下咱们的背包。盐不要带，我自己整理了，这个没有什么录的必要，对吧？好的，那么大家稍等。哎，这什么蛋？没见过，拿回去孵一下看看啊。孵蛋专业户小白，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主要是在准备这个吃的东西啊，就是，咱们盐不是挺多嘛？啊，就是想抓一些这个鱼回去吃，啊，不是抓回吃啊，就是抓回去给它腌了啊。我是经常腌一些生物的啊，比如说。这个逍遥啊，逍遥啊，还有逍遥以及逍遥这些生物啊，我经常腌啊，经常腌。这个我记得那个重力引力陷阱啊，是重力还是引力？不管它，在这个海鹅号里面。你怎么没有停在里面？哦，海鹅号在里面是吧？好的，海鹅号。哎，你只要把这个哦，其实不用开下来，算了，无所谓了，把它拿出来。把水放进去，两个急救包，吃的我也没办法呀。我们以后没有饼干的话，都只能去做一些这个腌制的食品放在海鹅号里了啊，不然也没有办法了，对吧？毕竟，即使是应急的食物，咱们现在也有些跟不上，水也跟不上。你别看它现在有两个净水器，还是不够。好吧，我去引力陷阱拿出来吧。好，拿出来了。哎，咱们一会儿能去抓鱼。现在的话，看一下有没有水出来。好，出来了，一块盐，妈的，先拿出来吧。哦，这个箱子里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有吧。好，有一瓶，拿上。咱们的水确实有点稀缺啊，说实话。先把盐放进去吧。然后海鹅号里，哦对，然后再把这个蛋呢，给它放进去。它不会咬死我的鲍鲍鱼吧？算了，不管了，这应该不是什么坏蛋吧？啊，大坏蛋，这个样子。应该不是什么大坏蛋啊，顶多了啊，是个小坏蛋啊，就是这个样子。好，这边的水也没出来，妈的，我们老是产盐不产水，什么鬼啊？得吧，咱们去找这个做几条腌鱼啊，咸鱼啊，应该主要是来说是咸鱼啊，准确来说不是主要来说，做个三四条吧，做个四条应该差不多了。大烟仔是最好的啊，我们就选啊，精选大烟仔怎么样？大眼仔，去远一点的地方啊，去一个不相同的地方。哦，好的，这里鱼好多，我靠！啊，兄弟们，来吧，放出去！哟，大丰收啊，我靠！得了，来抓鱼吧。大眼仔，一条，两条，三条。四条，哦，我还以为潜行者还真被吸住了，我靠，那为什么不吸我们？他不吸我们，好奇怪，不是被吸住了，他就是正在吸，我该怎么说你呢啊？今日的小白其实当时可比的啊，好的，然后可以了吧？这两条做成水吧，咱们的水确实比较缺啊。以后在海虾号和独眼巨人号上都要有一套这个各自的啊应急的基础设施，对吧？不设施就是一些工具啊、食物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以免就是哪一天是吧 ？Just in case 就是这个样子。好的，把它给腌了啊！啊，不是，是把这个做成。哇，两个生物反应堆竟然供不上他们的能，我靠，有点屌哦，是吧？
不是，是腌制啊，腌制，腌制大腌仔。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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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功能不上啊！哎，我该说什么？这么多的净化器都够，不是这么多的反应堆都够不上一个这个净化器，我真是想不通啊！净化需要很多的电吗？我不是很懂。嗯，哦，我知道了，应该是让这个钠离子啊带上某种……算了，不对呀，那氯化……啊，算了，不要在游戏里讨论。